就在刚刚，边北城被发现拥有圣级灵脉，苍蓝宗渡劫境大能率人寻到城外。终于到了吗？这座偏远小城中竟然还有如此高手，不过看他们的实力，也就那个女人堪堪触碰到渡劫境的门槛，不足畏惧，看老夫机智应对。少年郎，你是哪家之人？为何会在我苍蓝宗境地之内？你苍蓝宗境地？不错，我苍蓝宗虽然远在天阳皇国，但多年前我宗门老祖便在此处建立禁地，并将一处大地灵脉埋藏于此，只等日后灵脉苏醒。只是想不到这一等就是几百年，而宗门疏于管理，这禁地也成了聂风国百姓居住之所。原本我们早应收回禁地，将这里的百姓驱逐出去，但是我苍蓝宗一向宽仁仗义，与民为善，就没有多言。但如今灵脉苏醒，禁地恢复，也是我苍蓝宗该收回祖产的时候。当然我们事情也不会做绝，给你们3日时间，让全城百姓离开此地。3日之后若还不走的话，老夫就只好动降了。老壁灯，你是一点脸都不要啊，说瞎话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你说什么？边北城大地灵脉乃是我一手引来的，和你家老祖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说我是你家老祖不成？胡吹八道，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你能召唤出大地灵脉？你当着我的面召唤一个试试，那大地灵脉要是听从你的召唤，老夫二话不说掉头就走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灵脉出来见客了。龙形的灵脉，这世上竟然真的有这种东西，而且那灵脉竟然会听他的号令，这么听人话的灵脉更是罕见啊。怎么样，你如果现在退去，我便不为难你。这小子的运气竟然这么好，不过可惜他的运气到头了，这灵脉归我苍蓝宗了。小辈，你占据我宗门禁地，还百般抵赖，似你这等人若留在人间也是个祸害，老夫今日就替天行道，杀了你个小辈。你的无耻出乎了我的想象，明明是想出手抢夺我的灵脉，非要把我们说成是无耻之人，最终还想着杀人灭口。这气息是怎么回事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宗门的禁地不在这里，是我认错了，告辞。想走？你走得了吗？给我开！不要杀我，我有很多的灵宝都可以给你。杀你太可惜了，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死的。天道观想法，搜魂。第一次凝结魂珠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朱五花，你过来将这个吸收了。青哥，这是啥呀？挑选重要的东西留着，不重要的直接废弃掉。母亲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身体有一股强大的力量。这是劫云，母亲您要渡劫了。拉开空间，让他渡劫。三魔和我守住边北城，别让城池受到波及。多谢青哥。你怎么这么快就突破了？其实我的境界早就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，只是差一个顿悟而已。原本来说，这种顿悟的契机可能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才有机会，但是我刚刚在吞服那个珠子之后，获得了这个老壁灯的全部记忆，当然也包括了他对天劫的顿悟，所以我就一下子突破了。我操，一个渡劫境强者的全部记忆。以前认为观想法是九卷天书之中最没用，现在才知道不错，这玩意竟然如此好用。若是如此的话，我岂不是可以批量生产渡劫境强者了？只是可惜，这种方法需要先找一个渡劫境，然后把他记忆抽出来。但是去哪里找那么多渡劫境啊？对了，亲哥，我记忆中多了大量的功法和武技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知道了关于这苍蓝宗的信息。说说看。这苍蓝宗曾经是天阳皇国的顶级宗门，不过现在衰落了，但是底蕴还在。就比如宗门内有三门功法、六门武技，依然是天阳皇国顶级的存在。苍蓝宗内包括这个老家伙在内，渡劫境强者一共7人。你说什么？青哥，你放心，就算他们渡劫境多，但是现在我也是渡劫境了，真要是动起手来，我们未必会输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问你，他们现在还有6个渡劫境对吧？我们去苍蓝宗。我们去苍蓝宗干什么？当然是去打家劫舍。不对，是去报仇去啊，他们能来抢我们的城池，我们就不能抢他们的了。别废话了，小金金，从这飞到苍蓝宗需要多长时间？大概需要几个月时间吧。这么远？刚才我几天前布置好了传送大阵，虽然距离还是有限制，但是到苍蓝宗的话应该很快。好样的，这次你记手工。小晶晶进城召集人手，做好完全准备。果然需要什么样的人手，是要战斗吗？
当然是召集身强力壮能多搬点东西回来的人。是主人。各位，现如今你们觉得范长老此行夜封国能成功吗？怎么，王师弟，你是对我的推演之术不信任，还是对范师弟的实力不信任呢？师兄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担心如果真的如您所说，夜封国出现了一个顶级的洞天福地，那会不会被人提前占据了？占据又如何，区区夜封国而已，能有多强的势力？如果不长眼的话，直接灭了就是了。黄师兄说的也有道理。苍兰中的垃圾，给我滚出来。